更多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为大家讲解 CCTV 杯电视围棋快棋赛的第一轮。这盘棋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谭笑对阵连笑二笑之战。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现场画面，对，也是公园里面，在这个当湖视觉挺漂亮的。应该他们这个比赛可能就是在这个公园里面下的，在这个。对。其实谭笑和连笑呢，两个人的年纪差不多，相仿啊，对，一个是93年，一个是94年，谭笑稍微大一点。我们经常啊说这个二笑，现在好像以前的笑还更多一点，现在是不是活跃在我们棋台上了？是不是二笑？是啊。其实呢，连笑呢，国内的成绩更好一些，而且等级分呢也是原来一直在前面，但是呢，就是一直在目前还没有取得突破，他非常有实力。对。但是我相信他还是将来会有在国际比赛里面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对啊，其实他真的是需要一个世界冠军来证明一下自己在这个中国棋界的这个地位。他国内的头衔啊，这大赛啊，确实都拿了很多不错的成绩。他以国内的成绩来说呢，早应该就是在世界比赛里有所建树。可能就是因为他一直背负着这个压力在吧，所以说呢，好像感觉在世界大赛的赛场上，总是有临门一脚踢不进球的那种感觉。但他最近好像，在哪个比赛里打进八强？春兰杯里面，发挥不错，赢了朴廷桓，进了八强。我们希望最近能看到连笑的这次突破。其实他可惜的是，他第一次打入世界八强之后对，他因病，对，身体不适，弃权。那个当时跟崔泽汉 LG 的是吧？后来就一直呢，可能是心理，心理原因，就一直在没有发挥特别好。是。现在我想呢，他身体状况可能都已经好点了，也该出成绩了。对，是。所以我们看一看，也别给他太大的压力。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把这个包袱都放下了，反而能够轻装上阵。谭笑呢，这个93年他已经拿到了这个世界冠军。哇，他现在已经是父亲了，父亲的这样的这个棋手，可能分心稍微多一点。对，而且希望他能够那个继续保持状态吧。其实啊，这个升级成爸爸级棋手的这些，我总感觉，就像陈耀烨，就他们就对他说啊，对他们这个平时的训练啊，这些也没有太多的影响。其实对他还是只要他自己努力，我觉得对还是能够再冲击巅峰。我想是啊，因为你平时以前训练的时候，你肯定也有休息的时间。现在呢，他虽然有了孩子，基本上啊，大部分时间都是他老婆在带，他还是可以专心的在网上下棋啊、训练这种。他说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们回到棋局中。对，那咱们就先看一下这盘棋的进程。本局是连笑的黑棋，猜到了黑棋。先为小，他也是小。又是小飞，就是有点复古的感觉。我看这一错小目，对，之前是下这个二尖高挂大飞挂，现在我看就上一盘棋也是下了一个无忧角，说明了这个无忧角还是有它的优点。又回来，对，又回来。以前都说什么这有碰啊，对，有尖冲啊，大家都喜欢大飞手脚。但怎么走着走着，看来又发现这小飞脚的好处了，更好掌握一点，小飞脚呢更加扎实一点。但是白棋的这个低挂看来是已经基本上来讲都默认了，看看什么时候高挂还能回来。黑棋低挂啊，他也是挂了一个
反正说呢，低挂如果脱先的话呢，一般都是觉得这个被飞压几下还是不错的。嗯，爬爬长，跳出来，嗯，定心。然后呢，这下的下的拆一个大场，这就是这人类的下法。以前啊，要是 AI 说不定就什么碰了尖冲， 对吧？这我们还是弹下还是下的，我们能够比较人类比较容易看懂的下法，容易接受。对，嗯。然后黑棋也是飞压，嗯，这两边下的是一模一样吗？但这时候呢，谭笑选择的这个飞，我觉得是很正确的，因为你现在在跳起来的这个意义就不大了，因为你跳起来将来主要是为了这个贴起来围这块空的时候，你这个效率高。但现在黑棋有了这个头之后呢，你在这个贴就意义不大了。这俩就长得一样。对，所以它这个飞呢，它飞的好处呢，就是防止了这个脚步的这个拖。这样你再拖，我就可以冲了一下冲，什么顾虑都没有了。这样本来那个它是多了一个冲段。对，如果你本来这个样的话呢，要防止这个，对，挡一下吃。对，就冲，你如果黑棋先冲也可以，先冲了再搬。对，那这个就看出来区别了呀。这样的话，黑棋就有力了。像这样的话呢，就不怕了。对，所以这个飞呢，防住了这个脚上这个拖的手段，我觉得他这时候飞是选择是正确的。那他这个后选择，他就要飞了。他先选择，他肯定是跳，他还是希望贴起来。贴起来将来会有一些发展的潜力。好，点脚，这又是点脚。对，我们也没什么可以多说的，对这点脚大家都太熟悉了。反正选一边挡，因为感觉这两边都是黑棋。反正挡哪边是不是就看心情。对，因为他这个思路很清楚，他想挡完长再抢到这个双方拆的一个好点。飞出来。飞出来。这是。对，抢到这个。这。林霄也非常积极。对啊。这样的棋就直接就打入进来。挺猛的这手，因为我总感觉这三个子好像是不怕的，因为这边有什么搬了靠啊，这种种的定型，很积极。但是因为这个局面呢被拆回来，他可能觉得也没，要不就尖这个，要不就拆这个大场，他可能觉得也找不到头绪啊，别的可能太平稳了，他这打入也是可以的。连笑本来就是比较喜欢力战的选手。然后猜一也是这个局部的一个后续手段。因为他下一手瞄的这个飞，猜一晚也是把黑棋的根据地加上自己的根据地，猜一也是一个要点。那这样的形状黑棋是不是就比这样的要薄一点？对，因为他这儿有冲断啊，他有拖脚，结果这个就啥都没有。对，这地方被飞过来的时候呢，那显然白棋这个就是更加有力一点，飞在这的时候飞过来。那现在我这么想的话，我觉得这个打入有点猛了，有点过分。但是反正是一种态度吧。其实从绝对的好，这个棋是不是应该下在这来说，可能这不一定是绝对的一手。就是从上帝视角来说，但是从这个它本身的这个快棋，反正也是可以的，差别不会太大。它飞过来，我觉得黑棋这个形状还是挺难受的。这时候他还是选择了这个拖。他可能是想呢，你这个你搬他就贴回来，对，搬他再贴，他这样便宜了。因为你直接贴的话呢，他可能是觉得被利益一个。对，这个眼型和虎一下，能虎砸一下那好多了，各方面白棋也差多了。你这棋，除非你再花一手，不然的话，他就始终连扳他都对。你即便打的时候呢，他也比这个被白棋单长了好，因为将来做个劫，这边还有靠软。眼型要好多。所以在靠的时候呢，拖的时候呢，这白棋是没有选择的。那他粘上。但是作为白棋方，我觉得还是可以满意吧，这样的，对吧？毕竟是这两个子都已经隔开了。对。但是不是这样隔开了，他这跳才比较放光。但是从局部来说，感觉上白棋还是可以满意的。没有不满的道理。对，
可能也就是因为这边有紫，对对，那这个对对对，黑棋才能这样选择。如果这样的话，这一带是白棋的话，那黑棋肯定断然不成立。对，换个方向，如果是往那边飞压的话，那肯定不能选择这样下法了。选择了尖一个，把它刺一下，刺一下，搬。哎，这个地方。我们以前好像看正常感觉是往外靠的，对，靠了搬是吧，挤什么挤完再搬的，好像是、靠了挤了再搬，正常来说正常的感觉是这样再正过来，他实战呢是选择了在二路搬，这是正常的一个比较常见的定型。对，这样的话好像是要进攻的一个架势，但是他二路这么一搬虎，好像像他搬虎是 防守吧，可能也是这个多个虎也是对黑棋的眼位也是一个威胁，可能是。让他再继续跳啊，那他连笑可能觉得不太再走的话，拍拍这样正过来的话，可能多个子他可能觉得自己眼型不是那么容易做了，所以他就先往外走白棋扳住，对，白棋能扳到这也还是比较厚的，白棋这块棋一般这样的形状啊，对，还是要打，对，还是非常很多棋手都想都不想就打上来，就是打一个有目，而且厚薄双方厚薄都有关系。不过我觉得现在呢，就是 AI 就带给大家思路，就是也没有什么这种固定思维。以前我们看到这个形状，有的时候觉得其实它并不大，但是呢，所有的人都这么下，那我要如果不这么下的话呢，我觉得有点不好，有一种定式思维是吧？就是，但是我这么下呢，其实我心理上我内心并没有特别看得明白。对，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下，有时候就是是，只是看别人这么下就这么下了，有时候。对啊，所以就是这样的形状啊，有些人可能还能想一想是不是能判断，但是有些人就是觉得这样形状就只有这么一种下法，就必须要打上去。其实你这看完了，这也可以不打嘛。搬的时候你还可以脱先，对对，所以现在呢给我们开思路，给我们开阔了这个 AI， 什么时候都可以脱先，什么时候什么招都可以下，是根据周围的配合，对，不用非得跟别人一样了，我觉得这是对的，这个根据周围的情况什么下什么戏都可以下，这肯定是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最开始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老师说哎，你就不用问为什么，就跟着下就好了，因为所有人都这么下，你就这么下也不会错，但是现在就是可以让我们多想想，白棋尖冲，对，这就是清消这个黑棋的模样，这都是正常的。接下来这步棋呢也是体现了连笑的这个一个精神面貌吧，显然正常来说其实爬一个也是可以的，或者贴爬，对，但他就是选择了比较积极的这样逼过来，是面对尖冲，其实最早以前我们只有选择爬和贴的两种，但是在后来慢慢的大家就会有这种反击的想法，甚至脱先也可以，都可以，那其实脱先不就相当于那个二尖高挂，对呀、脱先二尖高挂你就飞一个，逼过来，让它贴下去，接下来贴上来，再长一个。谈笑的下法呢，反正是我们非常好理解，整个都是。我就是要扑你空嘛。对。飞一个也是防止白棋正过来。拐一个也拐一个呢，也是这个对这个棋形的。也是说是怎么说呢，对黑棋这个棋形的弱点的一种下法吧，对，有了这个拐就有这个三三的碰，比如说你走这个，这个里面呢，我比如说我长先手，而且我可能有这种二路点的下法，比如说因为你这个棋我尖是先手嘛，你不管是靠还是走哪，我这棋二路点你还很难硬，在局部你只能顶，这不是一虎，这个棋形不管是目还是眼形都非常充分，所以这个拐呢也是非常让黑棋气变紧了，尤其这个棋你是逼在这，我这边都有先手的情况下被拐呢是挺难受的，这个棋形
联校呢，反正觉得自己既然下不好，那我就不下了。就不走了。然后他就靠下去，你不走我走。班长，这感觉上还是白棋能够靠成这样，还是很舒服的。因为黑棋这个棋形还是有一点，什么地方有点缺陷的感觉。对啊，你这个爬还爬不过来。你爬被，那你如果你硬的话，被拐下来也很。这棋形以前是不是大家就立一个算了？是，立一个呢，他可能又觉得不肯。这地方将来呢，被这个地方搬虎呢，地方还阿鲁还有家。总之很别扭这个棋。而且人家这边出头，这可能还有断点什么的。对，这棋形我觉得黑棋。没走好啊，反正是有点别扭这边。实在被这一靠，黑棋好像挺难受的。对，如果这就能搬过了，这还行。对，你如果能爬过，那当然这靠变成熟手了。对啊，可是这偏偏啊，这爬还爬不过。对，这个局部是有一段的。对，这白棋啊，有隐藏的好棋。这你这没办法，你打被我挖死，两个字死了，肯定是。是啊。不行啊，走这个。这就搬下来了。对，被搬下来，总觉得这个子被撞伤的，这个白棋是很满意的，而且总觉得，好像。加。这个笑笑，这棋有点勉强啊。打。这个时候呢，其实白棋有一种比较简明的一个直接扳断，一个简明的一个定型的方法。哦，这个征子，征不掉是吧？正好，首先是征不掉，而且你即便征，你这下是不是能打着呢？你打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这样，过了，溜过了，对，这样也挺好。我就全过了呀，你这也没有断点，也很舒服。但是你如果打不着呢，这一下，那你如果被我空提起来，那我也很舒服。白棋的棋形也很舒服，更何况你现在还征不掉。对，这个征不掉有点难受。要征不掉，那就打你一下算了。那我就这样 low 打，我就这样过了算了。这样定型，我觉得白棋也挺好，也挺简明。黑棋我觉得这两手棋可能还是价值也不是特别大。对对对，你说这边他得着什么了，他也没得着什么特别现实的东西。如果这样的话呢，我觉得白棋应该还是比较成功的，从这先冲开始。对，进攻失败了。对，所以这个实战的谈笑呢，可能因为快棋他可能一下没想这么判断这么清楚，实战呢选择了这个尖顶，他可能希望你长，我再从这边冲断，他可能是想，但这更有追求。对，但是这个不可能全被你走到，那这样实战跳过来，这个局势呢就变得相对来说复杂了。好，压过来，搬，然后这时候再来冲断。但这时候呢就感觉稍微晚了一步。连下这个猜一还是找到这个要点。但因为你直接藏出来，这个地方纠缠可能是没什么意义。是。这个地方他也不怕。而且他这边反正下一下一会儿对白棋还有所危险。对。所以他自己做活，这肯定是正确的。其实我总觉得呀，这边不是下棋的地儿，双方都不应该在这边走太多。反正我看黑棋，对，只要不死棋的话呢，这个地方确实是价值不大。对啊，所以当初我就觉得这个加和这个跳真的好吗？也许就还不如平平淡淡的就爬一个。对啊，我就爬一爬，贴一贴，反正这两个选一个嘛。如果这边什么都没有还行，我觉得这边现在没价值啊。是，黑棋虎一个，这个，反正黑棋在这边走的越多，我觉得越难受。其实这边出头也是非常大的一步棋。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它是怕断是吧？对，它肯定是怕断，但实际上这个断的这个地方，我只要这边你要吃不掉我反正都你这样尝我酸，我觉得你可能也不一定就能把我吃掉，我觉得真的是不愿意多花手术的一个地方，可能还是想在这边先出头。实在呢，这个他又糊了一个，那还是反正在这边下白棋是没有负担的，白棋应该是挺高兴的。压一个，压了一个，那压显然黑棋不能再接了，再接的话被封进来，这个太苦了。所以必然要，甚至白棋当初说不定点一个白棋就更好。就是要对对，要把你封住。有可能这样定型更好，你贴，比如说我这么跳下来。实战的这样黑棋毫无疑问是要糊起来，糊起来了。然后现在他冲下来，然后挡住。其实这个转了一圈，我怎么还是觉得黑棋，反正这边没什么收获啊。收获不大，黑棋。但是唯一它的好的地方就是它方向下的还就这边方向下的还不错。这个地方将来还是有一个利。白棋飞一个，飞一个，这个棋稍微感觉有点松了，还是很想顶一个。甚至我不走吧，我在这边走一走，将来再想靠跳一个，我有没有可能就是尖一个？顶顶，那我就立算了。总之呢，这个飞，因为这个飞的就是有个弱点，就是实战这样被顶，这棋很难受。被顶实战呢，总的来说呢，还是就是。哎，那直接是不是这个征子也不行？直接拖他应该是怕被是对被冲，这个冲过来这个冲断了没什么用啊。我直接拖的话呢，那他肯定也是先打这边嘛，因为你这个征不死啊，冲断你这边不成立，冲断不成立，你只能立这个了。立这个的话呢可能哦，那他就打对打了长，这外边气太紧了。对，这边不是很怕，黑棋猴都先手，就两白棋只能自己去跑这块气了，是对黑棋没有威胁。所以呢暂时这个拖呢可能不一定成立，但是呢唐啸可能他又不愿意被黑棋这个地方先走，所以他实战就选择了这个飞。那看来我觉得这个压可能有问题，对，压可能跳一个可能是更加的好一点。这被人糊起来之后，我觉得他不冲就觉得这太没面子了，那肯定得冲了。对，这样，但是这一冲被他跳过来吧，这个白棋这三个子需要处理。长进来了，然后靠一个，对，只能立，等于这棋外面这个子呢就是无疾而终。好，长回来。立住。这个地方是不是能不能不知道能不能冲这个？冲断了。先挡上。你显然是吃的话呢，那我冲过来了。那他也只能吃吧？那我他总没得缩呀。他可能就是真之有力这样。算了，看能不能。但你这样吧，你冲的时候，我有没有可能来不及了？来不及是吧？对吧？那我肯定立下来了。对，立了，你冲我肩过来。对，将来渡过还是这个本来是决心。但是在正好这一下走不着，正好没有时机走，还来不及。你是不是先拱掉算了？这地下拱得着吗？他有没有可能搬一下？反击，我再冲。有这样。打吃呢，我在搬这个，不知道是个什么棋，这个转换。那只能打下来了，接住，因为我这个刺是先手。这边有个冲断，你有可能又开始。不知道能不能顶着啊？就是说你没顶着的情况下，我是不是有点想在这边，就是抓住机会冲断一下？蛮好的一个时机倒是。我现在
现在冲断我觉得我只能打湿，我肯定不能粘上啊，对吧？我好像也没什么选择了。反正他实在呢，他也结果没有。有没有可能就是我挡一个，你断我再顶？你打吃我就打吃一下啊。那也这个子被提了，肯定受不了了。打这个，你这个手哦，对，这还有一个这个怪东西，你是吧？然后我冲你一会儿还有这个东西，啊、我这扳打劫这还是那很重的一个棋。不行不行，那你这个冲断我只能吃。那我再冲过来，那还是白棋可以的。白棋没有这么下。黑棋比较含蓄。那黑棋就拱掉了。看来这个还真是。有可能能冲热他。对。他没在这个黑棋顶之前。刚好走不着。白棋没让黑棋难受一下。压一个。这个地方也下得非常顶过来，对，反击。因为顶的时候呢，你现在不能挡，挡我就冲下来了。你立的话呢，我这一冲。对啊，这个断。这两个剑合了，但是问题是，黑棋如果不能挡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痛苦的呀。实战这样下的会被黑棋这样、白棋这样冲过来了。感觉有点不太满意黑棋，甚至很还不如单贴呢。我怎么觉得单贴跟跳这个比白棋对啊，这还边上干嘛要送你。总之这一串可能还是这个压开始白棋还可以能冲成这样。尖一个。乖，然后挡做活。现在这个棋全局大概就只有这个地方是一个焦点了，别的地方都怎么清消。现在形势应该总的来说我觉得白棋还是可以的。可能黑棋就是你说的这一层。对，我觉得这几个子的方向特别不好。这是相当于这几手棋没走着几目棋。对，没有。白棋形势应该还可以，这边冲出来的。那黑棋就是不是走浅一点就好了？他走浅不是现在白棋形势，走浅一点他可能觉得自己形势不太妙，所以呢他现在呢连下就得更深入，对，积极一点的。是下到了这儿，下到这儿了。我这这个棋肯定是有一点过分风险。 对，我觉得肯定是有风险的。但鉴于这个形势的压力，那这谭笑肯定急了。对，你这个这不是欺负人吗？他就是哪怕虚晃几下攻几下也好，让你这个出头不是这么畅快。尖出来起搬一下。搬一个也很难搬，他就给他断了。有点火爆，因为你如果不走不搭理他就完了。不走的话他是不是觉得没啥棋？对，我大概也不会马上在这边直接动，但是将来我这个地方你还是得总得花手术在这边下。那我这样交换一个，我是不是已经可以对再回来再走回来是吧？那我这头已经出去了呀。或者他是不是怕这样人家这样攻过来了，然后怕人家这样直接的比较直线的这样下呢？你就没点风险吗？我这不是还能粘回来了吗？要不要先把它断了？你要是粘回来呢，反正这个棋呢反正还能粘回来。对，我就虎过来，他可能觉得这个边有点惨，我虎过来了把这个地方跑。还是你现在可能他断一个。这个地方这反正挺比较断，我肯定要虎这个，但是你问题你可能也承受不了这个断，因为你这块还没虎，这边也大，所以这样你断可能我也不太怕，我虎这个，你要补这个的话那我就打完连回来。那我要如果转换呢？转换你首先你这地方得面临怎么阻我度的问题。这样阻度了吗？
你即便对算你主渡，我这一段可能会形成一个转换。你这个地方要杀我，这得粘是吧？对啊，你粘的话，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这走别的，我看这气好短啊、嗯。是，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再把你这块藏在这，甚至都可以吃掉。嗯。所以呢，他可能是他硬，实在是好像是没办法。对，他还是断的。他觉得不走的话呢，可能还是有点担心。这样直接过了，那干脆就这么直接硬一个吧，别给你借用了啊。那他可能就觉得有点委屈了吧。实际上这棋白棋要想杀这几个也不太，白棋说不定也就是啊，就走一走，攻一攻，嗯，攻一攻，嗯。他断了会不会给人借用啊？断反正是平平的一个下法，这个明显白棋瓦吃，嗯。嗯，反正他形势不好就拼命呗。对，他这棋反正是拼的挺猛的。嗯嗯。然后是靠这个，嗯，腾挪，嗯，他希望呢白棋搬，他再顺势再连搬。嗯。但是谈笑他不会这样，嗯。他松一下。嗯，其实这个子是不是飞过来更好一点？因为这个棋呢，可能将来有这种靠，对。这种靠我可以搬，对，我可以搬，嗯，我飞在这呢，说不定封锁反而更加的完整一点。嗯，反正看起来我觉得黑棋极度危险啊。嗯，对，但是这边倒是占了一些便宜。嗯，他这个就是先捞一匹，捞一匹啊，在那个这边再想办法这个直沽。这个连笑的他这个对这个局势呢，他觉得不是很乐观。对，嗯，所以这也是一个拼命的下法。嗯嗯，反正30秒一步，嗯，而且这地方也看不清楚，对吧？对啊，嗯，跳过来，搬，挡。他是挖的，那他可能搬完一挖啊，这个挖倒是，嗯，局部可能像是一步好棋，嗯。那黑棋好像依然不好处理啊。因为你如果直接拖的话呢，他显然这个地方。但是对，有直接甚至直接搬，嗯，这样直接挖出进来，嗯，可能有打劫的手段，这样打了打他直接就有打劫，嗯，所以这个挖好像确实是局部的一个好棋啊，因为你从局部来说，你打这个它一长，你打这个它一提，对吧？这个子也正好在这个哦，点在形上，对，嗯，挖一个确实局部一个好手，靠出来，嗯。好，那他顺势，因为黑棋连下，他也这个棋靠也是一个好棋。我这边保留了一些先手，我先在这边动，嗯，看你怎么去下。嗯，还是挺乱战的，嗯，混乱，让他搬一下，嗯，可能也是打个将吧。嗯，然后搬这个，嗯，那只能搬的话，那黑棋还算是。顺利的出头打一个，嗯，对，他这个就可以长出去了。嗯，那就是说这时候不能搬这个是吧？他肯定是有什么担心的地方。断吗？搬显然是怕对断，断我贴呢，怕被虎难办这个棋，因为这个地方有打了接，有可能。你如果在这边抓吃的话，就活在里边了，是吗？对，不是活在里面的问题吧？我现在甚至接这个都可以，我只要有这个虎吃先手。哦。这个当然他肯定有他的算路啊。甚至我这样是说挖吃都有可能，挖吃你踢这个。这里面好像感觉白棋的这个气也挺紧的，这个，靠可能，嗯，他实战但只能搬外面的话，那黑棋还算是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对，嗯，出头了。后面手数还挺多，嗯，看看他是。虎一个，嗯，啊，他现在虎这个，嗯，打一个，跑，吃，接住，
这块还得补是吗？这块它倒是这个这两个差不多间隔，它是不是还得先攻这边？冲这个。好，这样就形成转换了，黑棋把这个给弃了。然后连笑。他是在哪先交换了一个。交换了一个他就挡住了。在这地方顶了一下。顶他团住。把这个挡上。断掉。长。这一串我觉得总的来说还连笑，我感觉上成功了。从这边出来以后啊，这个从这个开始。虽然我这边死了吧，但是这个地方还是有不少借用，至少拐是绝心。这边破了，我觉得黑棋是可以。但是白棋是不是也没亏啊？你想，这边本来也是我的潜力，然后现在把我这个破了，我把这边又吃成空了。对，看取决于这边怎么定型了。我估计这个棋好像感觉还行。对，空你是没有亏，你把这边吃了，但是就是说这边会不会130拐了一个。接住。然后这边跑出来了。出来。因为这地方还是残留着一个力，所以呢这个跑出来还是挺严厉的。拐。你要再吃。冲。跑。冲。长。再跟着贴。如果正常这个地方要补的话呢，可能是可以补在这的啊。他是不是这样觉得这样被拐过来，这样收的有点惨啊？而且这将来这跳完，这个地方跳完，这个中间会不会成太大了？他可能担心。这儿。对。这儿还要吃呢。那他局部。但他卡一个好像是先手吧。你得补。对对对，这个卡是先手。对。所以呢他实在没有选择这样，他选择了这个贴。贴。但这边是怎么回事啊？这一打。这打打打打打。你看看实在就这样下的。打出来。然后贴。这好像都是一本道，都必须要跟着硬的。命令行，这一接不会又形成一个转换了吧？这因为你如果在这边硬的话，你如果主度我这个防我这个防我这个一路力的话，你必然要在这边，但这边被我一尖三口气。对啊，我这边五口气，所以没有办法，还白棋只能走这个啊。那就是说形成一个转换了，有可能啊，但是他可能不会这么轻易的就那边就全死了。我们看看他在上面。那这样的话还是他立。那黑棋作为黑棋方来说，这个局面能下成这样肯定是可以满意。现在变成白棋这个地方要想办法了。因为想当初黑棋肯定觉得形势不好才对这个进入人家的。现在把这个冲掉。大本营。冲。把他打一下。吃。粘上。但是我总的感觉这个棋死的是不是也太大了一点，这块棋。就弃了就没办法了是吧？那他肯定还得折腾啊。黑棋。在那走了一个。地方也先没打是吧？下一手打，看看还有什么。159去。我怀疑是不是去打了个将啊？在这打了一枪，因为他打了一下，然后还有打了个这个，一提亮。
显然看来这个棋面还是比较细的，黑棋它显然是补一个还是不见得够，如果被白棋冲击，所以它这地方得先把自己补强。但是我感觉这个棋如果白棋就这样完完全全死掉的话，我感觉上白棋可能不太行，因为对这个地方是白棋也不像能，因为你总的来说你就在这边得了不到20目，你这个本身你也有一些目的，对，你要这边死四白死40目的话，对，所以他只能是最在上面再想办法。我觉得开始折腾了吗？哦，他得打这个劫了，我知道。哦，他利用这边的这个劫材，好，那这回倒是这边的劫材多，提掉，冲，挡上。现在的情况，如果就是说这个黑棋活的话，这块无条件，白棋无条件死，肯定是白棋不行，所以白棋必须得把这块空想的这块棋给杀了的。在这边找棋了，搬，然后提，断一个，打吃，然后再提回来。是不是上边还有劫呀？啊，断一个，吃，提劫，黑棋搬，白棋挡，提，白棋挖吃，提，然后再提回来，跑一个，接上三，补一个，补一个，打一路，吃，77，然后这个地方的劫好像也不是很好找了，现在搬这个，搬这个，这是先手，打吃，打吃，提。搬一个，挡上，然后提劫，搬也是绝对劫材，没办法，接住，吃掉，过来提劫，提，这个劫就是一个胜负劫了，影响到这盘棋，关键，对呀、如果白棋能吃掉的话，应该白棋还是。那肯定不会让你无条件吃啊，对你肯定在边上还得要。他走哪？铺吗？是铺的吗？刚才接题206，哎，是不是没？207。哦。断的。断了一个，断一个，对。白棋搬这个，搬这个也是一个劫，不然就吃完一粒。黑棋也不收，这边打。铺一个，铺一个，提劫，叫吃，接住。要再提。这地方还不少劫，黑棋这个搬完以后。铺，提掉。21，这时候确实全盘再找不出别的劫了，我们看他只能是在这边搬了，别的好像没有合适的劫了。白老师搬一个，消劫了吗？没，他这是拐吃。哦，拐吃在这，他觉得可以补到这来。哦，他问题是拐吃完之后提还是劫呀？对，这拐吃是你得硬吧？但是。
是如果拐吃，我提结我那边的结也不少啊，是不是？不是，但是问题是你这样如果提，我估计啊，这期你如果提结，这样被我提完，我即便这个结让给你，我估计这样帮助的话，可能你就没走多少啊。那本身可能是因为这边吃的比较大，太大了。对，我估计这样下的话，白棋空也不够了。可能白棋黑棋本身呢，如果正常收两个官子呢，也是挺细的棋。我估计，更何况如果我能这样的话，你损了一手棋，这样可能我估计这样白棋控制不够的。是。所以他没有走。现在这个战场转移了。现在这打着劫，现在就开始走到那去了。这个我找劫财，你竟然敢脱先。现在还在黑棋嘴里面的这个劫。对，然后这时候提，那白棋黑棋肯定把这个提了。对，他可能白棋如果提这个劫，这个时候地方就是你如果提了被我一虎这边死的话呢，不行，空不够了。所以他只能还想再撑一下，撑一把，把这个劫，他想把这个提完以后再打赢这个劫，可能他觉得这个棋呢可能还是能收的，结果呢已经把这个提了。一棋提了的话，那白棋如果只是，但是感觉白棋也不太行啊，只能这样的话自己去活的话，我觉得黑棋团在这，非常好。问题是团在这是不好棋啊，团在这我防止了这个白棋本来这个弯了扳啊，你而且团在这将来还可以拖进来，就团一个是一步好棋。对，他没有啊，他是啊，就觉得他已经是胜利宣言了这个棋。那就是说连笑觉得自己这个形势已经赢了，对，他这样下，吃的这个已经足够大了，而且这个脚，对，也损了好多，对，损了好多。那你走着什么？黑棋唯一的战果就是把这一块活了一些，但是呢，黑这个相比这个损的呢，可能也，没有占到便宜，对，他也就便宜不大，胡一个挡住。这有一张130，端这个。打吃。接住。提。团了一下。其实我们讲的这是今天下午下的，这是16进8的一盘棋，相当于上午那个赵晨宇跟徐翔是32进16。是赢了这盘就进入八强。对。而且呢这个亚洲杯呢这个 CCTV 杯的前两名呢还能代表中国队参加这个亚洲杯电视快棋赛的资格。是。所以大家也很重视。对啊。所以这个联校看看能不能从这个亚洲杯，其实也算世界赛，虽然它是就是每个国家两名棋手，然后呢还有种子嘛，就是上届的冠亚军，好像只有7名选手参加七名，对，总共因为有个冠军，然后其他各两名。去年的冠军是免选，亚军还不是，对，7位棋手。不过我记得好像当年的王席是不是就是亚洲杯的冠军，只升了9段。对，因为当年我们有这个政策嘛，说只要拿到世界冠军就可以升9段。其实我们看来这亚洲杯分量其实也还蛮重。对，但是连笑他反正能拿亚洲杯冠军，他当然也是一个突破吧。现在他是团了一个，然后是提这个劫，接住，打啥？这个7目棋大概，49，这个地方挤是绝先，打，
接住，这都是。应该是不是这边没吗？这个接不大是吧？这个地方，这个挤一下，挤一个。一个，这盘棋的手数还是蛮多的，断一下，三十一，对，显然在不停打将，可能在数目吧，对，估计的，他想点进来，觉得这样点进来的官子可能会便宜点，点完断，因为你如果接住的话，他这有一打。打完这有一段打，所以这个段你吃只能吃啊，然后他从这边吃一下，那这样白棋还是有便宜的，这地方对官子还是有便宜，那这边是不是要他把这打罢了，七十，一起打吃吃，打一个，基本上就定心完了，这时候已经。里边。这棋是不是差距？对，蛮大的了。数下目就。对，我们先给大家判断一下，我感觉这个棋的这个进程来讲，应该差距还蛮大的。数一下吧。数白棋，一二三四五六，十六，二十四。八，二九三十，三十一目。这地方全是踢的。对，这都是踢的。三十七、三八、三九、四一、四二、四四、五十四、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一、六二、六三、六十五、六六、七十七、七十三目棋。七十三。黑棋呢？这是踢，这不是踢的。得有八十才行。六七八九十一目这块。十四目，十五岁，二十二、二三，二十九目，在二十九目，这块棋要乘七十，六十多目。这个算了吗？算了。二十九，四十二，说着。四十三，四十七，四十七目，四八四九五十一五二五三五四，六十七，七三，哇，那远远超过八十三、八四、八五，九十二目了都。八十目刚才就可以了。对。那这七十三对九啊，那已经大胜这个棋。对呀、盘面接近二十目了。那看来这个到后来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了。对，可能关键是这个后来这个地方这个转换可能是不成比例的，这死的太大了。前面呢，其实谭笑呢这个棋呢，他就是可能还是这一代没攻好，我估计，他比如说他这飞啊过来一路，包括这边怎么没攻好，我觉得，后面被连笑这地方跑出来以后，可能这个棋就。但是我们还是看到这个连笑在形势不利的时候拼劲十足啊。对对，自顾的非常的非常善于自顾，连笑。最终呢也是连笑中盘获胜晋级八强，不过离这个拿到亚洲杯的参赛资格他还需要加油。好的，那今天这盘棋呢我们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谢谢大家收看。